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现场是宜兰拿勇鸽舍，我们在拿勇鸽舍访问拿勇鸽舍的主人徐董。那这次我们要来分享一下，我们徐董的由来已久的这个鸽系。啊，那边请教徐先，你的起鸽叫是什么叫？你的起鸽叫？我起鸽叫，我的起鸽叫哈是早年我常听人家讲说三人兄弟的鸽子很厉害，可是。有一系张恩兄弟的鸽子，他不是张恩兄弟本色，可是他更厉害，他在坏天能下来。那我依然比赛都要飞坏天，所以我就去追寻，就找到这条迪威张恩系。他是克拉克张恩配杨阿腾，所以他有张恩兄弟张恩系里面少有的抗恶劣气候 的能力。引进这条鸽子以后，在近20年的征战，在宜兰我入场最少超过60-70亿，连全省大概超过100亿以上，非常优秀的。这是我第一条基础歌。那中期呢？中期我后来我就是因为有机会到日本接触到盐田诚三的歌词，所以我透过日本有人引进盐田诚三的歌词。第一融入这个，融入我的迪威，融入迪威。他这个歌词恶劣气候，因为依然是全省所有的，不管过去的陆翔海峡最难放的，他一定要翻山越岭，所以一定要拍，他拍地的价太高，最难放。所以盐田鸽子他得过7次日本1000公里全国第一名，所以我引进盐田的鸽子就是融入我的，等于我鸽舍的第二条。